大家好，我是阿弟。哎，看到这身装扮就知道我是来干嘛的了。专业背包侠。啊，陪他们逛下街的，买点东西。你不用抱了哦。有车车坐了，不抱了。可以坐车车了哦，今天哦，啊。帮姑婆选衣服，看选一套哪个好看。你喜欢哪个？这个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啊？好看哦，这件衣服。你指哪一件的？姑婆就要哪一件喽。好单薄哦，这样子啊。哦、好不好？那就一条牌拿过去，好不好？那不破产了。哦。嗯，买那么多不破产了哦。哎呦，还舒不舒服啊？从这边穿过来。你挑哪一件？好高兴，再出来玩。我摸的全部都要。挑哪一件？全部都要。把你卖这里，全部都要。再出来玩了就开心了，对吧？都要哦。阿婆不过来这里来，阿婆来这里挑一下哦。阿婆去哪里来？阿婆过来。哎呦，拜托。你这么喊。你开车啊？过来。过来。你说什么英语啊？开车！哦哟，你想帮你妈妈选鞋子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开车过来看 ，Go Go Go！ 过来，往回走了哦。走那么快呀？自己开车了啊？又有音乐，又有玩具给你玩，嗨不嗨？你又被蚊子叮了一个包包，有玩具给你玩了，你都不用喊了。来，堆起来，堆这里，堆起来吧。看里面那个水。啊什么啊？啊！抽里面那个，咚咚咚咚咚。他们都不会累了吧？我们在外面等他们。可能是买东西的人都不会累，所以我们都跟着屁颠屁颠走的才会累。所以一出来又是大包小包的，我在专职司机，来的时候开那个车，逛的时候开这个车。你就是负责提东西的。太难了。哎呀，躺下去。累了，脚都麻了。哇，现在都一块一个小时了，怎么在一个店能转这么久啊？那他们全部都要试衣服呀，只不过是我怀孕了，不知道我也进去了。去抓小孩出来玩。你得人抱了，谁都不理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谁都不要了是吧？啊，你有美女阿姨抱了，你谁都不要了吧？妈妈去哪里了？不要了是不是？走了哦，不见了，难搞喽。他不理人，现在不理。玩有的玩的，有的玩谁都不理了。花花，那小家伙有吃有玩了。不要你了，不理了。不要你了。哎，哇，听到他们轮流在里面买。那你要看他们好几个人呢，一个人试一下，然后要试几套。小航在里面也不哭。那里面店里面的美女阿姨给她吃的给她玩的，玩的嗨的。你走这里走，那我就不走，我继续坐。笑那么开心哦。现在叫娘了啊！叫娘了，来，我们换舞台，这样子吧。哎呦哎呦！爸爸，来，给我抱抱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吧？哎，我得拿手啊。奶瓶还没拿过来哦，舅舅去拿奶瓶去了。不浪费哦，我要把它吃光光。
张嘴。啊！你快点呀，我饿死了！哦哟，找到衣服上去了。这个耗子八娃，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，来看，衣服都沾完了。我俩。哎呀，饿了他还要。这个、你以后怎么带？奶瓶都不认识。小哥的水杯，这是水杯。我要的是有奶嘴的奶瓶，不是有一个杯哦。哎呀，认不得奶瓶了。怎么又放进去了？要个黄色胶带，你一直拿个再去拿吧。三趟都拿不到，拿不对，人家好好的等不及了。我以为你等问长了呢。你以为我给他开药啊？哦，那你给他那个，他拿个水杯，他拿个水杯，他拿这个，这个，我故意说不要，不过来那么快的，等下你们冲好些，我就爸爸过来。这个一直都还是拿不对。奶瓶都不认识了。多跑几趟，要不然以后怎么当爸哦？以后就知道了。给我，给我，怎么当奶瓶了？你去哪里找的气球？那个美女给的哦。那个美女要啊。哎呦，好玩哦。哎呦。不要碰到我的脸啊！拿对了，这次。你中场休息一下。都知道喂你，你又得老姐买一件衣服吗？那人家就拿都不懂嘛。妈，帮你买了件冬装了。对，到时候很冷的。你看你。哎呀，那么小。对。回家了。都对了，都对了。大包小包，拜。好像就是阿珂没有了。他是把拿货和开车。我是专职司机。阿珂这里有男装。你要看一下吗？这里有男装。我还有。有老姐，你都不瞧一下吗？啊，不要钱的。我先头看一下你们的收获。我一箱都塞不下了都。那要塞到前面了。哎呦，有些人又哭哦，收获了一大车，后面放不满了，放前面。满满一车，收队，车子太小了。下来先，下来先。给我看一下。你有什么给我们分享的？哟，你画那个是什么？哇，你画的吗？恐龙啊，是不是你画的？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哦！看一下是什么？那是恐龙啊，是你画的吗？你画的吗？你在学校乖吗？乖不乖？乖吗？你有什么？你自己拿呀，来自己背啊，你要自己背啊。来，好重哦，你的书包。有些什么东西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黄金是吗？有宝石。罩子哦，